嚟緊呢個四月十五日咧，係第六次嘅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亦都係香港喺有咗國安法之後第一個嘅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所以今次特區政府係非常之重視有關呢個國家安全日嘅宣傳推廣同埋活動工作。過往幾年在香港4月15日都有些事發生，都有一個座談會，但都不是由特區政府主導去籌備的，但今次呢就全部是由特區政府，由我擔任主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來到去推動國家安全的教育。因為在國安法裏面呢，其實所有的香港市民所有機構都是有責任來到維護國家安全，而在《國安法》的第十條呢，就是具體指明我們要增強市民對於國家安全的意識，無論是透過政府的機關、學校、大學、社會團體、傳媒和社交媒體、所以今次呢，大家會看到我們既有國家安全的專用網頁，亦都在社會上有大量的宣傳，亦都在學校裏面有一些活動，在公務員裏面有一些的座談會，在後日呢我們會有一個重要的主題的座談會。今年的主題呢就當然是國家安全護我家園，但是結合了因為我們希望明天可以提交的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呢，所以一個主題一個部分呢都是要有政治的安全才能夠確保到國家安全。